好，我要赞美躍庭。我觉得躍庭是一个就是不会为了利益而做那件事情的人。比如说，像就是，我觉得他都是为了别人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常常就是他会为了朋友而做一些事情，然后不会是因为我想要从那个朋友身上得到什么利益，所以我去做那件事情，而是他就是觉得说这个是对这个朋友好的，所以我去做。对啊，我觉得就算他已经可能压力很大，但是他还是愿意花时间去为了那个朋友做某件事情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是我要去学习，因为我会觉得说啊，是别人是不干我的事，但是我觉得躍庭好像他常说他自己跟人就是不太能互动，但是我反而觉得他都是在背后帮别人做什么，然后对啊，我觉得这是值得。我在拍掌哦。你看到这么多拍照。